根据我们收到的最新消息，李克强总理刚刚在庐山召开了抗震救灾会议。总理提出三点：抓紧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，民政部门调集6到7万顶帐篷，今天早上分发。按照5.12汶川大地震时的政策，每人每天补助1斤粮食，10元钱，补助将会持续6个月。